另外，伫咧阳明山800公尺宽的李子坪，透早嘛有落冰球啊，甲落雪，真侪民众是透暝上山去看。阳明山的李子坪伫透早就落雪，即时温度大概是3度左右，雪是还袂融，真侪游客上山来赏雪。有民众表示讲，早起4点外的时阵有落雪，有暴风雪感觉，真歹想象台湾有即款的感受。我们4点多从树林出门，是昨天就预期到就是会下雪，所以就对我一直看那个柯子平的直播，看到地面结冰，我们上来了。了解，然后所以刚刚雪量有想象中的多吗？超多，1点多下冰线，大概我记得应该4点半的时候就开始飘雪，而且车上就开始积厚厚的一层冰，对对对，然后一直到快5点天微亮的时候，那时候人超多，对，大概有70-80辆车一直，然后大家都一直尖叫狂叫这样子。对永德大道上山过关节了后，一路会当看到石门和河子顶头拢结冰的痕迹，民众是真欢喜伫遐贴雪人。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含当地警察局有启动交通管制，若过关节点就爱挂雪链仔，若准无雪链仔，就干那会当到关节点爱用布链的方式上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